你好，我是雅涵。本周端午连续假期即将来临，不知你有没有计划出游呢？近期有不少新案推出，你也可以趁着难得的假日去看看哦。今天我们在高峰会的交易厅拍摄，一起来看看本周有哪些最新消息吧。高峰会大楼案即将完工，规划42到54坪，3到4房，户户三面采光，并享有永久景观动距。高峰会位于竹北市庄敬北路，临近石兴国小与远东新世纪购物中心，对面就是文中预定地，未来9年让孩子走路上学，是不是很棒呢？您对暗黑小七有印象吗？新嘉华建设在新竹金雅从化区的电梯偷贴案即将登场，由规划暗黑小七的大雁团队操刀，预计今年暑假正式公开。想一窥新嘉华电梯偷贴的风貌，别忘记打电话去预约赏屋哦。新复发机构竹科润龙大楼案日前正式公开，竹科润龙位居新竹 Costco 与迪卡侬旁，规划23到57坪，2到4房。本案主打2房588万起，3房888万起。竹科润龙长销期间每周末都有办活动，想抢便宜的话就趁6月哦。金茂富天下 River One 日前举行上梁仪式，金茂建设董事长郑秀勋、建筑师李谢兰与多位贵宾接力临典礼。金茂富天下 River One 位于竹北水岸第一排，享有种景观动距，规划双塔建筑，分为住宅与商办。住宅坪数37到72坪，2+1到4房；商办坪数64坪，10坪屋现已全新落成，享受水岸生活，别错过金茂富天下 River One。接下来为您快速扫描两个案子：立天建设竹科站大楼案，位于新竹观星公园旁，规划均值2房，户户三面采光；另一个是奇格建设景盈月大楼案，位于竹北台科大从化区，规划2到3房。竹科站与景盈月都是近期最新公开的小坪数建案哦。正大建设开媒电梯偷天案荣获国家建筑金质奖。正大开媒坐落新竹国家艺术园区，规划135坪，6+1房养生别墅，每一户都配备日式汤屋与私人庭院。不仅严选净化空气、防霉抗菌的空调设备，还引进高品质净水设备与无毒绿建材涂料，健康永续绿建筑，用心看得见。今天的房市焦点就为您介绍到这，祝您有个美好的端午节假期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按赞加订阅。想免费咨询任何建案问题，请加入株洲 LINE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